在北京发现了一个比浪老师还能吃的大胃王。这个目测不出来多少斤的人，一个人吃掉了23277根串串，311碗小吃，233份盘菜，还吃了111碗冰粉，喝了277瓶人参果汁，最后居然还干掉了10锅手擀面。结账时30个服务员数钱钱数了半年多，一共消费了哪哈的还没数诡异的。如果有这样的，你们养啊？算了，你们真的养不起。你再夸张点嘛，你怎么不去写科幻小说啊？这才是一般人该吃的量。你还有什么？你又不是一般人。